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进行持续三天的免费问诊，坐诊医生都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神医林浩。各讲各讲，也没那么神了，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大家解除病痛。太好了，谢谢林医生。哎，看了90多个病人，骨头都要酸麻了。辛苦了，帮你按摩一下。我爸已经说了，下个月开始就给你涨工资。算他有良心。虽然搬到了新地方，我还是挺怀念这里的。念旧是人之常情。若兰，你闻到没有？有一股好香的味道。医生，若兰，你们回来了，晚饭马上就好。欣欣，你刚痊愈不久，做饭的事还是让我来吧。没事的，举手之劳而已，快坐下吧。哇，这么丰盛，这不是庆祝诊所乔迁之喜吗？林医生，若兰，我敬你们一杯，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欣欣，你太客气了，大家都是朋友嘛。就是就是，况且夏允儿是提前付了钱呢。干杯。嗯，这个真好吃。林浩，你慢点儿，别噎住了。终于可以休息了，明天还有一大堆病人等着我呢。老大，救命啊，有人受伤了。肚子伤？发生什么事了？老大，这姑娘流了好多的血呀，你快救救她吧。我刚才在路上开得好好的，她突然从一边冲出来，我没来得及刹车，就成这个样子了。我不敢去医院，只好来找你了。这女人怎么这么眼熟？出血量很大，身上却没有明显伤口。难道……好了，她就交给我吧，你先回去吧。他不是之前那个杀手吗？不过既然你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走，给我老实点，不然我就开枪。怎么演不下去了，女杀手？你竟然识破了我的伪装。不就是剪了个头发换了身衣服吗？就你这也叫伪装？这家伙又在小看我。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打欣欣的主意。我现在一枪打死你，看你怎么保护他。有什么好笑的？开枪之前还是先看看你自己的手腕吧。手腕？啊，这里怎么会有个伤口？皮肤也变得青紫。刚才给你检查的时候，我已经将一种特殊的毒素注入到你的体内了。这种毒素会从伤口流向心脏和大脑，毒发之时你会全身麻痹，奇痒无比，最终七窍流血而亡。而且只有我才有解药。想吓唬我，大不了一起去见阎王。我的手为什么动不了了？看来毒性已经从伤口附近开始发作了。传闻陈大师是内劲巅峰的高手，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少年宗师啊！阴煞古变，什么东西？邪招！嗯，你们竟敢加害无期，罪不容诛！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那就只能灭族了。我去，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双双变这么牛的，看我仗剑都市，成就最强神王。金戈铁马战不休，纵横疆场数风流。各位兄弟，今日定要扫天窝贼。重生之都市修仙，这个暑假看挂王陈北玄一路打脸，爽翻天。世人都说玄家玄黄武功盖世，你
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机的女子勾结了？爹，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邪鬼圣殿刚八斩刀鸳鸯月地下拳赛鲜血飞溅文圣拳空手道各路高手擂台激战谁说传统武术只是花架子技上拳台生死勿论今日看国术如何成为功夫之王我是平安镇的警探泰伦窦剑父抢夫君修夫在下宦官从勾心斗角步步试探到强强联手收服人心权谋欲望之下隐藏着刻骨柔情宦飞天下正在热播之前必须上去云门下安阳关只要进了这门都算是我的病人小姐姐、啊、你不会以为我只懂医术吧就凭一群乌合之众也想来教训我下面就交给我吧